OK 啊，现在已经晚上11:56了。那距离刚刚你们看我弄完头发大概是7点。那我刚刚其实回家的时候，我原本是打算要剪今天的片段，结果我躺在床上休息一下就睡着了。那起来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。那我们现在呢要到博多兴隆总店，在那个市民大道跟八德路中间的一个巷子里面。那他这间拉面店呢，我之前很想试试看，我自己也没吃过。哦，不过这次主题在杰森那边，就是给他拍拉面。那我今天一样是做一个简单记录。那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骑车去找杰森吧。哦，干，我真的超累超困。哎，他脸好厌世啊！你要吃东西吗？他完全不怕人，他亲你，他亲你三级。啊，是母的，难得母猫这么亲人。它会抓我啊？这样不会啊，摸它头发会生气。应该是不会。哦，太可爱了！哎、欸，干有蟑螂啊！哎、欸，它居然不抓蟑螂。我先离开。你吃饱了吗 ？OK， 我们终于凑在一起了，好不好？现在过了12个小时啊，我们早上也是大概这时间见面。11点多，对，12个小时前这个时间见面，那现在又要吃这个博多兴隆，博多兴隆才对，不是兴隆。管他兴隆还是你，知道，反正我那时候想说，哎、欸，开到三点，刚好符合我们这次拍的东西的主题。对，所以不然整吃一。我不要啊，我也是吃鸟人啊。中山店开到4点，我知道啊，我宁愿骑车到中山啊，对，因为鸟人还比较好吃，他的鸡白汤晚上吃清淡舒服，对啊。而且鸡肉高蛋白，完全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那另外一个就算了 ，OK？ 那个大家口味不一样啊，大家口味不一样啊，我真的没办法，必须不因为那么爱他的面的、啊，我也没办法，太细了，我也没办法，不，我也不是很喜欢他那个太细，他二店那个点面硬就那个面转到靠边，然后那个他那个肉再多一点，海苔再便宜一点，对，你也可以接受。对，不要再3片肉、2片海苔、1颗蛋就卖120，我觉得这太贵了、哦，那么贵啊？你忘记了？忘记了。上赖永林吃一次450块，啊，对。啊，不行啊！我这个再讲下去，到时候有观众跟我站。每人口味不一样啊，就跟他们站啊，站起來啊！我现在已经很 peace 了。你现在是山鸡哥哎，山鸡哥，山鸡哥，好不好？屯门扛把子 ，OK。就要弄那个牛变视觉系，你会怎样？硬要把你接法之类，然后变成视觉系，你会怎样？如果他今天就是要把你弄成视觉系，我不会怎么样啊。那我会也会算有点高兴。真的假的？我说像你高中、大学那个時候，对啊对啊，中间还留一撮到这边。我是能接受啊，可是我觉得我。太热，我到时候就把它剪掉。我现在没办法承受那个热，所以你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啊，欸、很帅，那是我人生最光彩的时刻，好不好？视觉系照片看一下，我帅，怎么看你老师？我最自豪，你知道每个人都想拿那个当黑历史来弄我，结果我他妈没有，我把那个当最自豪的时候。我要看最中二的那张。可以啦，看一下好不好？这是我2015啦，然后这个是2016，你哪一半呢、啊？哦，对啊，我那时候做一样的动作，然后我就做一样的表情，然后把它裁成这样，厉害吧？有没有？哇，这是我最后一场那个视觉系的表演，好不好？我们主唱啊，然后这个是我还戴耳朵，然后穿这个烧包的西装外套。阿基斯啊，那个时候阿基斯有点出事情，我觉得很帅啊，这我小时候了。哦，对，慈祥在吃香蕉嘛？对，我记得没有没有，他在吃那个奇多棒，他是大熊啊，有没有？哇，你 UFO 系开飞机啊！帅，哇，帅呢！哇，这是 S 甲片，没有，那是看 One OK Rock OK。哦，我想说怎么倒过来看，我也这个 AK、哦。这是我人生最瘦的时候，这时候60出头而已。哇，哦，这是在台中表演的时候。哇，这是我家的猫。哇，这也是以前。哇，龟头哥。哇，哦，这个很帅，这个很帅，哦。这个是那时候拍我们那个 EP 的照片。哇，不是啊，今天这一集是要拍废片日常，怎么开始在介绍我的传奇，啊？你看，你的传奇哦，这个是我觉得我最帅的时候。你是传奇好不好，我是传奇啊。还有很帅的啊，徐乃麟呢？没有，这是那个谢师傅，刚问谢师傅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一集叫做我是视觉系就好了。什么？我是视觉？你看，哦，刚我以前当去学校哎。就叫我是视觉，真的假的？就穿这样去学校？对，我去学大学的时候，大学啊，认真的。那我高中也有这样穿，我再找一下。那、啊、走，这也是，这好像在学校拍的。
高在学校上穿这样穿？对啊，我上课也这样穿。高中没有啦，是大学啊。我高中可能怎么可能染头发？啊，对哦，你们那时候我这种喷的。哇，哎、欸，哦，对了，这时候都是大学、啊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个场馆那是谁啊？哦哦，那个 X Japan 偶像。对啊。哦，这是我高中的时候。哎、欸，这都是观众可以看到的。刚剪头发，对、啊，全都他们全都看得到。哇！啊、我跟你讲，我认识你的时候长这样子、啊。我认识他的时候长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头里放着一个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往前翻一下，哦，原来他长这样子，所以难怪他头里放这一个。不是很像？那个时候我们从这时候开始认识这个人，这时候大概是高几啊？没有啦，那刚升大学。哎、欸欸，高这高中的时候。对啊。对，高中的时候。就高中吧。对， 對， 對。然后是用喷的。对啊。对，这也是高中。啊。这样，蟑螂放在脚上？没有啦，我还是要抖一下，怕蟑螂大军突进、啊哦。不会，蟑螂走了，我刚好看了。OK， 我去考学测的时候，我穿这个样子，因为我是高职嘛。那考学测只是去玩，我那时候跟我同学都打扮的好像是去当牛郎，然后我弄这样。你现在也很像啊，我现在平头系的牛郎，我现在是山鸡哥 ，OK， 就是牛也是牛郎。好了，不要再介绍了，你快拍你的东西啊！对，这就是我们的纸，你看哇。没有，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最好看的时候是这个发型，这 Ken 也是 Ken 上剪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发型真的是帅，就是 Ken 上的时候帮我剪的。你到底有多少照片？哦，我超多照片的，哇，这是用 P 图改的，啊、对 P 图改的，这就不用看了，那个我真的觉得不好看。哇，好啦，后面都不用看了。很帅呢，哇，哎、欸，看好青涩哦，哇。好啦，不要看了啦，他妈什么时候拍呀？现在已经12:20。好啦，来拍我们的，拜拜。OK。终于进来，哇，国度新荣。如果想看这个精辟的介绍，就到杰森频道看。我这个不会精辟，真的假？这个也是快速带过。OK， 让我们进来国度新荣。那其实进来之后，发现价格非常便宜，是不是很便宜？真的是便宜啊，190块。我以为我在吃尹家拉面，真的跟尹家一样便宜。而且它配料东西三片。笋干一颗糖心蛋80块，好不好？80块，然后一样，我要正常超硬，然后要青葱，然后这里还有其他的小吃。便宜呀、啊，真的是便宜，真的是有吓到我这个价钱，我以为蛮贵的，不过还好。当宵夜刚好，当宵夜刚好，对啊，就是都是以宵夜来说的话，这家真的就是跟别的拉面比。好了，那我们结账吧。结果不是我的，我还以为是你的，我都买好 pose 了，结果不是。哇！哎、欸，我这样280 OK 吧？280很便宜，我觉得 OK， 还蛮屌的。看一下，老杰再不来吗？瓦秋啊，老杰。嗯，看这真的很可以啊！它这味道非常香，而且这个肉，大家看颜色就知道这多香多好吃啊！啊，你要围哦，而且这海苔，我的超大超小，还 Q 起来，羊尾，反正人没羊尾就好。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吃完再见了。太好吃了，再不来吗，老姐？哇切了。OK 啊，我们吃完这个好吃的博多信隆，跟你讲，这个真的超赞，真的好吃、欸。多久没吃到在深夜吃到这么好吃的拉面？基本上是已经一年多了吧？应该从来没有。没有啦，我们在去年日本的时候也有吃到。啊、哦，对，沾面，对，那个不一样啊。对，那不一样。但我们现在台湾啊。对，虽然这个里面真的超像日本。就是整个感觉，他连那个说一直来的客人全都是日本人，对，很少台湾人。像我刚刚走进来，每个人跟店员用日文在对话，对，每个都用日文，超溜。嗯，差点整个天乱。哦，没有，没有 OK 干嘛呢？好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我刚刚吃，我点饺子，然后点方块叉烧，
配一碗面，嗯，这样子是300块钱。好，我刚刚吃的是280，豪华套餐，没关系。好啦，那我今天这个废片日常啊，就到这边结束。我不知道这一集我有没有想说大概剪个8到10分钟，我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先让我剪到15分钟去，太多了。有吗？很多，晚上比较多吧。刚刚前面我们在前面那边拍那个猫，拍了8分钟。你可以用加速带过，加速帶，然后他们自己看那个滑的瞬间的时候，看到自己然后注意到哪个好看的，就是按暂停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喜欢分享订阅。那杰森这次的计划大家一定要看，他真的太屌了，三餐吃拉面，没来跟你含糊，没来跟你。我本来想说我吃完之后说我会这样，你要不要明天早上起一个大早来吃四餐吃拉面？我早上就一两个吃，我不要。好好好，就这样子啊，大家下次见了，拜拜。Y'all think I'm famous? Yo, this ridiculous, meticulous. Yeah, I'm ready, 10 deep, we dangerous. Yo, all about a dollar, that dream, no scheme. Hold up on your corner, right? Me so mean. When I grind so hard, then my shoes so seen. Not a mean, no harm, but I win your team. Yo, give me the lighter show, give me a mic. You know, plenty of line to go. Any line, my bro, ball so hard, but I still got bounce. Troops don't make for you, I can't sound. I'll bring it out, but I break it down.